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Hello friends， Merry Christmas， 圣诞节快乐！我听不到，圣诞节快乐 ，Merry Christmas， 感觉 respond louder。Well, we are from Queenstown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我们是来自卫理公会女皇镇礼拜堂。So today we're going to present to you some carols and also the Christmas story。那今天我要呈现的是一些圣诞的诗歌，还有跟圣诞有关的这个故事。那么我很好奇 ，I'm very curious。当你想到圣诞节的时候 ，When you think about Christmas, what comes to your mind？ 是什么来到你的那个脑海里头？什么样的印象？我们听听一下我们的观众席里面有谁啊、有一些的答案吗？来，我们就问一下，圣诞节的时候对你来说有你想到些什么？圣诞老人 ，Santa Claus. She said, "Okay, let's see what comes to your mind when you think of Christmas."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Very good. 耶稣基督的诞生。Let's try the other side. 让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边。What comes to your mind when you think of Christmas? Reindeer. 他讲到的是那个雪花鹿。Let's see. And is that what Christmas is all about?Is that what Christmas is all about? Santa Claus,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and the reindeer. Well, let us hold on to our time and let us watch the presentation and see what is the real meaning of Christmas. Okay, 让我们就把握我们的时间，我们要看一下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新加坡也下雪的话，哇，那该有多好！
白茫茫的雪在空中飘啊喂飘飘飘做白日梦啊你破了我的美梦新加坡哪里会下雪的哎呦可是今年的圣诞礼物你买好了吗别说了我妈她都没给我钱买礼物她说我买的都是一些没有用的礼物哎呦好可怜啊小杨小杨还泼我冷水今年的 Christmas party 海边的你是不是去 Christmas party Christmas party 我要去 Christmas party 可是我妈她不让我去她说去年让我参加结果整晚没回家而且还喝醉了所以她非常担心哦今年就不让我参加了哎呀每次你妈都不让你去的那我也每次都不想去了不是我的错哎咪你想一想啊就 Christmas 不就全部都喝酒送礼物吃大餐跳舞吗跳舞Hello, Michelle, Hello, Rachel. Hi, Ali. 你们的谈话，刚刚的谈话我都听到了。你们想不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过圣诞节呢？为什么呢？圣诞不就是个 holiday 吗？然后大家就搞 party， 然后大家就 happy， 这样就 Merry Christmas 咯。是啊，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呢？圣诞节，很多人都在忙着买礼物、送礼物。大家开 party 吃吃喝喝 everybody happy yeah everybody happy right 可是这些其实都不是圣诞节的真正意义圣诞节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 Michelle Rachel 你们知道吗耶稣诞生的那一天有天使在高声唱的天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天使们在唱些什么吧
原来圣诞节是纪念耶稣的诞生哦。哎呦，阿克里，这个故事我们都听说过很多次了，不就个小比比睡在马槽里吗？对喽。是的，米夏·凯特。就在2000多年前，耶稣的爸爸和他的妈妈，他们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到他们的故乡伯利恒。就在那里，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她生下了耶稣，她就把小小的耶稣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咦，安格里，为什么放在马槽里呢？哦，因为当时客店没有地方给他们啊。Michelle、Rachel， 你可以想象得到吗？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卑微地降在马槽里，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何等的福气啊！Oh, yeah.
是平安夜，它带给我一种很宁静、很安详的感觉。我们全都呢？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上，要带给人们有永久的盼望、平安还有喜乐。是的，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把自己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靠着耶稣而得到永远的生命。这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最好的圣诞礼物 Joy to the world。 也是充满平安和喜乐的。原来上帝给我们的才是最珍贵最无价的礼物。我现在才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份永恒的礼物。今年上帝送给你和我的是一个特别的圣诞节。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的路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
朋友，在这圣诞季节里，你有没有想过，马槽的婴孩是为你、为我而来？亲爱的朋友，在这圣诞季节里，你有没有想过，最好的圣诞礼物就是耶稣基督？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